好，所以我们刚刚介绍第一个例子。好，所以你在做题目的时候要先规划，你的 evidence 怎么样？好，然后你要用什么方法？像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去变成一个回圈？然后你可能立刻测试它是什么事件发生？所以基本上你这些都知道，然后再选择这个方法。好，来第二个例子，假设我们有五个整数放在4.5年。啊，连续的五个空间，前面写一个程式，从4000开始，然后去数有哪一些整数是六，关键这五个整数有哪几个是六？啊，然后把这个六的个数放在 R 里，那基本上的想法都是一样。好，只是这时候你要去判别说那个出现的字是不是六。那我们刚刚那个例子是。这个整数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那现在是要判别它是不是等于六。假如它是等于六，那我就把它连续加一，对不对？不等于六，那我就读下一个，对不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你读完五个数以后，就跳出来，整数就对。好，只是这时候你要去判别这个。你读进来这个数是不是六？那你要怎么样？把它跟六相似，对不对？反正你在看别的事情，这样反映在肯定是扣的上面，在 equal 是以后必然的。所以你不能直接去测试说，哎，这个读进来数是不是六？我刚刚我没有提供这个技术给你，说你去判别说这个数读进来数是不是六，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去用到 n 这个事情跟 b？那假如是六，我就把它减六啊，对不对？减六，假如它是六，它我就会是零。是零的话，这个 NCP 那个 Z 它就会被设为一了，对不对？只要减出来不是零，那就在假如它你读的那个数目是六，那它减六就不会是零。不会是零的话，那你那个 Z 的那肯定错，就不可能是一。所以你只要用这个方式，你就可以判断说，你读进来的数是一。所以你在你要先把它减掉，好，逐渐逐渐把它减掉，然后这个结果你就可以判断是一个哪个区，那它就是重点就在这里，那 OK 吗？好，那所以我们程式就跟刚刚的解法是一样啊。好，那因为六很小，六很小，所以我们可以把六呢，就当做 immediate mode。好，因为我们说 immediate mode 是五个 bit， 用五个 bit 来代表 immediate mode。那五个 bit 的这个最大可以到哪？到正十五，最小可以到负十六，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负六，然后在这个里面，在负十六到正十五，所以我们可以用 immediate mode， 这样我们就可以省这个程式就会比较小，它执行速度也很快。好，但是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好，那所以我们现在一样，第一个指令就是把四零，因为这五个数字放在四零，所以我们先第一个指令就是把4050放到 R 三里面。好，所以我们这时候 R 三就是放 R 三就放4050。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 R 零清除为零，因为我们要把46的个数放在 R 零里面，对不对？我们把 R 零清除为零，然后一个碰到是六的，我们就这样 ，R 零就这样。好，然后再来，这一个是把 R 4清除为零 ，R 4清除，为什么？因为 R 4我们要当做计数器。好，五个，然后我们要都读进来五个以后，这就是这样。那刚开始我们是零，这里，刚刚是零，零了以后我们再把它加五，所以里面就放数。对，因为我们要读五个数目。好，所以我们就是刚开始 R4 里面就把它放数。然后呢，还是一样，我们去测试看 R4 是零，四等于零代表说五个数目是零，所以程式就跳了。4001
啊，四年公司，我现在戴这副眼镜看不到你，就是我刚刚上去我办公室看那个 email， 结果戴着老花眼，所以我现在只能看近。好，那这里来，我们现在是，假如是他是等于 R4， 就是我们已经读了五个等分线，那这时候他就会自己就会等于一，对不对？他就会跳到哪里？4005加七，4005加七点多，这个4004，你就12，对不对？五加上七就12就是11，所以是跳到这里，就下面这样，下面这样就是前几年。好，我们还没教过，所以以后再说。好，那现在 R4 是5嘛，所以它不会自己不会等于，所以到这边。这边呢就把4005这个等于一样，就把 R3 这时候是4005，把4005在这个值读进来，放在哪里？放在 R6， 放在 R6 里头。所以4050是这个值。好，我怎么放在 R6？ 放在 R6 里面。那放在 R6 里面，这时候我把这个 R6 跟负6相加，这个就是负6。好，那 immediate 这个边是一，所以后面这个是负六，你看 M11，你把它数字跟零，它是正六，所以这个数字是负六。所以我现在把 R6 里面的东西叫负六加起来，加起来结果我把它放到十。好，那假如我4050里面放的真的是六，这时候那个负六加起来是零。每年那个质疑的就会等于，那等于说就是，所以这时候就在测试中。当我把负六跟 R6 加起来以后，我就测试肯定先扣。啊，假如它不等于零，也就是 n 等于一或 p 等于一，那就不等于零，对。那它怎么不跳？跳到哪里？跳到下一个，跳到这一个加一，因为这时候 p 就变成4008，它加一就变成4009。好，那你假如是你 R6 跟负6加起来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就不满，对不对？它不满足那个指令，它这个指令就是把 R6 加一放到哪里？做这个东西，那碰到它是六，好，那它跟负6加在这里，那就我就找到一个六，对不对？所以 R6 就满足。那不管我有没有找到六，我要从下一个整数来，这个就放这边，这个就把 R3 加一，所以 R3 就变成4005，然后把 R4 减一，所以下一个是 R4 减一，所以 R4 呢就变成四，这个就是四，对。然后完了以后就执行这个强迫跳的指令，这边跳到哪里？4005C 加上负八，都代表负八。好，那 C 加上负八 ，C 是12，负八是八，所以加起来就是四，所以跳到四。那这里在测试说 R4 是不是零？因为我刚刚最后一个是 R4 减一，所以这时候在测试到 R4 是零，然后不满分。所以这边就是回圈，啊，从那个4005B。跳到4004，那这个就回圈，啊，然后这个 BR 这个本身是二选一，啊，然后这前面是几分钟，所以这样做五次，是保证五个数都不变，然后主要是六的，我 R0 就加，所以当我这个程式做完了以后 ，R0 里面放的是不是，它有多少个六，这五个数里面有多少个六。所以我这一个很重要，就把 R6 跟负6相加。好，那么这样，好，那我们看看第三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跟第二个例子完全一样，好，完全一样，只是我这时候也是要五个数的话，就放在4050就行。好，但是我现在要数的是说，这五个数有哪几个数是六？有哪几个数是六？那你会觉得，欸，老师是不是完全一样吗？把那个负六改成负64，哎，不好意思，
你步流步六十四已经超过一米烟帽，对不对？已经超过步十六跟十五之间，所以你不能用一米烟帽，所以超没差在哪里？差在这里，这里你就不能用这一个一步六记住，因为你这边步六十四啊，步六十四超过五个变的范围，所以就这里要修改，对不对？那你修改要怎么修改？你就要把负六十四放在哪一个地方，然后你程式在开始的时候，你先把这个负六十四读到一个 register 里面去。那以后这个 ADD 你这边就用 register， 哎，这样子就行。好，来，我们来看看怎么，程式完全一样，这里把三四年五年读进去到 R3，这边 LD， 这里呢，这里就不一样，这里怎么样？把，哦，这里是把4002加上哪里？加上这个数，放到 R7， 所以我现在是用一个 R7。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是那个 B？A、B、C 的 B 也就是十，啊，这个是11，然后这个是4，对不对？所以4B，所以4002加上4B，对不对？加上4B，那 B、C、D 的就是，对。然后这里是四，这里是四，啊，4002加上四，好，所以我知道是，刚刚我们打开四个，这里是4002，第一是4002，然后这一个是。所以这边这个是四，然后这个是8+2+1是十一，这是 B 的部分。2B 和 D 而已，然后它是错用。啊，那这里不是这是4B，我把它放在4B，4-4D，对。那我这4-4D放什么？放个负六十，这个值就负六十。好，所以这时候呢，我就把负六十四这个直接就把负六十四放到 R7 里面，哎，好，然后在下面这个就完全一样，啊，这一个就是把 R0 清除为零，这个人就把 R4， 啊 ，R4 这个什么一，没事。好，这边是1.1，好，这里，好，这里是1.1，不是1.1，这个1.1，好，我们这个投影片下次会再改一下，这个数学把它记起来，这边是1.1，好，然后这里是4.4D，假如你不愿意改这里4.4D，我们就改这里，就再把这边加热就行。这个再给它加热，所以它就加到4.4，啊，这个再加热，所以加热的话，它就变成1.1，所以这边应该是1.1，我再加一，那边1.0，再加一1.0，所以0.1变成1.1，它就跳到4，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我们的 R7 里面啊 ，R7 里面放的就是负六十四。然后呢，这一个 R4 里面放的就是5，然后我们开始侦测 R4 是不是一样的，啊，跟前面的程式是一样，那 R4 是不是，只要不是连，我们就补下一个程式。然后所以这个就是 R3 加连，那 R3 是4.5，我就把4.5的那边一个第一个数读进来，
放到哪里？放到 R6。 然后这时候你看，哦，这里错了，错了那么多。好，所以这里就是11点，然后这边是11点，然后这边是，因为我们把它放到，放，哦，没错，好，我们放到 R7 里面，所以这边是这一个。啊，我这边直接 copy 我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直接 copy 前面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一点，然后这个是一一点，然后这边是点，然后这边点，这边点，这是一，好，关键是把 R 六跟 R 七加起来，放到 R 六，意思就是这样。那你现在 R 七是负六十。所以就把 R6 减掉60，结果放到 R6。 好，那假如他们我原来 R6 读进来这个数是64，那结果是不是自己就会变成，对吧？这肯定就会变成，所以这个测试。哦，假如他不是零，那就跳到后面，就 R6 就不加。假如是64，那就 R6 就加。好，所以原理都一样，后面其实都一样。好，然后再来。把 R3 加1，把 R4 减1，然后跳回去这里400。好，所以这个是 OK， 这 B 再减掉8，啊 D 再减掉8，那 D 是13，再减掉8就是，对不对？所以就是跳回去。好，那这里的话就在检查，哎 ，R4 是不是等于？然后不是的话，再继续读4051这个数，然后呢，再跟 R 七加起来 ，R 七里面放60，因为我已经放60，啊，然后我一直没有改到 R 七，所以 R 七里面就一直放负六十，那我再做 R 六跟 R 七加起来，就放到 R 七，再测试看它是不是等于，等于是不是等于点，是等于点加一，不等于点跳到下一个，跳到。再把 R 三加一，再把 R 四减一，再等等，直接再等等，再等等。啊，所以你就是不同的题目，你要用不同的去刷题。那前面那个题目，你可以就直接减六啊，啊，用 ADD， 然后直接加负六。但是这一题你就不能直接加负六十。好，那所以你就可以，你就要想办法，不能这样做的话怎么办？那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这边都是这个城市设计师要去想，说我要把这里放哪里，这里放哪里，这里放哪里。那当你学高阶语言的时候，这些电脑会自动，它会自动把负六的数放在哪里，然后你读进来的五个数，你的五个数它自动会帮你放在哪里。好，那全部都完成，这个方面。还有这个路，那你这个就会帮你做。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举个例子，第一题，像第一题，第一题你用高阶语言你会怎么写？你这相当于这样子写。好，你就先告一个 INT， 啊，然后你说给他一个变数，啊，变数，来。然后是二，好，然后呢，这一页你就可以给它，这不是完全准确，我大概是这样啊。所以我这边放这个这一点，我这边放六，这边放负三，这边放零，就代表说我有一个正列，里面有三个元素，是 A 点、A 一、A 二，然后 A 点放的是六 ，A 一放的是负三 ，A 二放的是零。好，然后你这边就来一个，就是说，哦，好，比如说你在一个抗，这里，这样，然后你这边是波路，啊，然后 J I N T J 的离点，然后 J 的小离，我们要三个，对不对？我们有三个数，分别是三，好，然后再来 J 标标，再来，这样，好，然后这边就第二次。好，这个 A J
大一点，那就干嘛？那就比如说我现在，哎，我们就是三个作业，所以比较三个，看个 P 等于看 A 等于看 Z。那只要 A 接大于零，那我就看的 P 加一，就代表看的 P 加一。好，那否则就是否。好，否则假如 A J 小于零，那我就看 M 加一。哎。那这两个都不是，那就当然就是小等于零啊，等于 L， 那我就看 Z 这样，打开我就报告，有没有报告我就再去。好，基本上高级。好，那这个就是好，这个就是一个回圈，做是做回圈，做几次，从 J 等于零。然后一直加一加，做到 J 等于二，因为 J 要小于三。好，然后呢，就会形成下面，就 A 当 J 等于零的时候，就看你 A 零不大一点，那你 A 零不对吧？对。啊，然后大一点，好，看个 B 就加一，那看个 B 呢，你能把它变成零，数字不对，就能加。然后这个角对的话，就 L 后面就不做，哦，它有它的。后面就不走，然后再回到这里了 ，J 加一，加一再看没说 J， 所以 J 也在这里，再加一就变成一 ，J 等于一。好，再看看 J 是角的四，再做这样加，这时候你看的就是 A1，A1 就不知道，来，好 ，A1， 哦 ，A1 没有大一点，这个不会做，就挑对了 ，A1 是不是小一点？它四，看没是加一，然后后面都没有。做完了以后再回来这里，再接着加一，就是说接一再加一再二，二的话是小于三四，那 A 二大于零，它没有，因为它等于零，它没有大于，就这个不做，跳这里来 ，A 就是小于零，它不是，也没有小于零，就这个也不做，就跳这里来，看着就这样，再看一下，好，做完了以后再回来这里，接着加一，所以接着这个以后变成三。三点多小于三没有，所以整个回圈跳出。好，所以你下学期要学习，对不对？你看，那当你用这种叫高阶语言，当你写高阶语言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到那一种，如果它直接有这个词，对不对 ？R 连到 R 七，那我不知道。还有你也不需要知道说。所以是梦是隐秘的还是瑞士什么瑞士什么梦对不对什么 LDR 现在都对你不重要那写这一个不太需要这个建模的那我们不希望你以后毕业只会读因为写这一个很多平常学业的同学老师想写的很多真的，我以前开过一个外文系的那个程式哦，写的比我们电机系的同学好多了。对的，应该是知道这个叫，有些外文系的第一个英文就看得懂，这都英文啊。啊，那他的语法，这个都是语法，我语法就很懂，文法都那么复杂，文法都懂，这个文法就比那英文的文法都干脆。好，那英文写的非常的，那个程式写的非常的。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是不只是这一个，你要这里，因为真正设计机器出来的时候，啊，还有我们希望你是，当人家写完这个程式，你去写 compile， 把这一个把这样的程式翻成这样，哦，这就是很高段了。老实讲，这在台湾，我不晓得有多少学校有这种动力，啊，包括。台大、交大他们就可以，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买的。好，所以这一个就是，那你要写一个 compiler， 你要懂得这个。
一发出来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懂了这个东西。那你要懂了这个东西怎么写，你就要知道机器里面的各个的啊，那个 hard 位置怎么样 ，ISA 怎么样？那通常我们做这个职业，把它放在这一个还不够，然后再去做对焦。所以你可能把上方的程式把它对焦。换句话说，我在 compiler 里面放很多东西，你可以把这个写出来的。指令的速度越长越好，执行起来越快越好。这个就是 compiler 的对焦。哇，这个是相当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去做 compiler 的执行。大家说我现在一个电脑在执行这个程序，对啊，每天用十个电脑执行这个程序。好，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程序砍成八份，同时做。所以原来要做八分钟，现在我平时做八个电脑就做一分钟这个程序就做了。好，那你怎么样去让这些？这些东西都是电脑工程也是里面很重要的。那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啊，你才有可能去做这些东西。我说你只要只会高阶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只会很高阶的东西。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然后下一个礼拜我会跟各位介绍这个程式的基本架构，就是这一章里面的主要内容。然后再来我们进行第七章。那在进行第七章的时候，我还是因为有这三个程式做，所以下一个我们介绍组合语言。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要组合语言，好，那你就会很容易去接受。那高阶语言可以看的，好，那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